二娘啊，那一位孙公子是怎样的人呢？说起孙阳心，赵氏恍惚了一下。二爹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终究是我们没有缘分，我应该谢谢他，但仅此而已。我不会管，也不会为孙家求情和说话，但等结果出来了，我要见他一面，算是对那一段过往做一个交代。好。吃完饭，吴老头就开始看苏小璐准备的药，询问了一些，苏小璐就把平安郡主的病历说了。吴老头沉吟了一下，点头，可惜这几天师父也还不走，就一起去看看。好，多谢师父。杜三郎和赵氏开始准备和玉京红合作了，经过许多磨难，让两人的心贴得更近，他们就是要厮守一生的夫妻。这几天里，苏小璐也准备好了所要用的药材，终于在四月初的时候，苏小璐和吴老头一起到了郡主府。